咚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锵咚锵。哎，今天是除夕夜。对，除夕夜。那我们吃完年夜饭之后，最重要的事就是发红包。大家好，我是富贵逼人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做牛做马哥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各饭店各品牌的开运流年红包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有喜气哦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挑挑看，我们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吧。嗯、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经典烫金款，里面有很多我喜欢的。哇，好漂亮耶！像这个是我很喜欢这个设计师品牌，叫做北欧橱窗。然后像这个冰块灯，我一直很想买。还有上面这个他们那个品牌的 mark 小猴子都在上面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这个小猴子真的很可爱。像我们去年不是有住那个泰鲁格精英酒店，你看它有出红包袋耶，然后它上面你看这个牛很像那个泰鲁格山的形状，有很漂亮，而且它还要写2021，对不对？2021，对，你看它弄得非常抽象，那我们再去哦，好看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还有我们有去吃那个香格里拉醉月楼吧，他们也有出这个红包袋耶，也都香格里拉，对，它是比较走古典风一点，烫金，然后这个好像是什么茶花吗？茶花，然后这个是松树吧，我想，然后有些梅花山脉的感觉就很古典，哇，嗯，跟品牌气质还蛮搭的，就很花团锦簇那种感觉，很漂亮，很有喜气。接下来我要来介绍我这一款我最喜欢的，非常有质感系列的红包袋。那首先我来介绍这个、这个很好看，非常好看。它这个红包袋，它上面你看它还有写一个 HOPE，是英文诶、Hope。对啊，希望就是希望大家在2021年，虽然是疫情期间，但是大家都还是要保持非常的有希望。对，感觉你看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再过来的话，这一款是 ESO、澳洲品牌的，这是我用的那个保养品牌耶。对，对，很好看。而且它这个它是走简约，然后极简风。哦，跟它那个品牌感觉很像。对，然后摸起来也很好看，而且它背后你看，它仔细看的话，它有一个那个日本的一个吉祥的那个。mark 是水印，对 对，就是魔鬼藏在细节中，小小的一个喜气的意思，对，就是非常的有质感，有质感。再过来的话呢，这个是台湾百年的糕点品牌旧正南的红包袋。旧正南我知道，它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看啊，它里面红包袋有每个都不一样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整个都很好看。这是牛牛对啊，还有铜钱，还有花。哇，每个人不一样，这很费工真的，而且开不同的版，非常的有意思。那再过来，我要介绍这个，你看这个，这个我最想知道了。对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是烧肉吗？过筛子牛还有火焰，这个是 Swatch。Swatch 不是那个手表吗？打开，整个就是非常的，你看，自烧和牛的感觉，自烧和牛，扭转乾坤，万事如意哦，手腕的腕啊，因为它是手表 Swatch， 对，很有创意的，很有创意，很有创意，对啊。但是我还是觉得看起来很饿，看是想吃东西。对，接下来这组呢，我也很喜欢，看富贵逼人，金光闪闪呢。首先呢，这个是我一直想要去住的一个饭店，是那个文华东方酒店的。哦，东方酒店。对啊，我去吃过他们的下午茶，那个一进去那个饭店就有漂亮的那个花。贵妇下午茶。对对对，贵妇下午茶。然后你看他们红包袋上面有很多那个花和蝴蝶的设计，那还有的话，东方酒店一定要有那个金扇子。对，哇，好精致哦。对啊，很有质感。贵妇感。然后呢，这也是那个高雄汉来大饭店的红包袋，你看有这种富贵花开，而且它有做那个局部上光的设计，所以你看它像摸一下，对，花好像会就是开花一样的感觉，闪闪动人，然后呢，这个你看像不像那个贵妇参加晚宴的那个晚宴包，有金色的拿出来，金光强强棍有没有？有，对，非常的这个是下肢的红包袋，贵气逼人。对，看我打开这个晚宴包，红包袋就在里面。看它这个做出一个什么，是手指的样子耶，所以是牛魔牛年如意喽的意思了，好棒呢。真的很有创意。看这个，你知道我们除了过年啊要送红包以外，所以还可以做公益哦。所以我说拿红包我还可以做点好事。真的真的，像这个啊，这个是好勋设计，他们第13年所设计的红包袋。然后呢，你看它整个设计非常有质感。你看这个，这什么？这个是用版画设计的一个牛，是个版画牛对，非常的好看。然后整个就是非常的有质感，很有设计感。给我，对，你看一下，然后像这个它还有附送
就是这个挂在哦春联，春好牛。对，所以我们只要买红包的话，我们都可以顺便做公益、哦，一举数得、嗯，非常的有意义。嗯，那我要介绍一下我这组也是很不错哦。大家都知道正来沟嘛、嗯，这个是 HOLA 的跟正来沟一起推出了一个红包袋，它有 Bobby 的意思，然后这很像，看这个造型很像那个玉手那个牵丝的那个福袋一样、嗯，然后有健康祈福啊，有二厨平安的意思，哇，看来是很特别，对，非常特别，很有设计感。对啊 ，Holy Bobby 啦，对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课要做，嗯，那个韩木集团呢？最强公关韩木集团孙耀威 K 给我们出了一个新年的功课，要我们自己组装一个开运的一个组合啦。啊、真的吗？哦，那我们就来做做看喽。好、啊，哎、啊欸，我要拿出来，哎、欸，零件也太多了 吧？哇，好多零件哦。嗯、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的？先把它拆一拆好了。拆开。拆东西我会。我把这折一折。你把它折一折。我把它折一折。哎、欸，这很大挑战哦。我觉得我们要投卡了。对，没有头绪。对，没有头绪。要双面胶粘上去吗？胶在哪里 ？2 hours later。杨迪，终于做好了。终于。亲爱的，看得出它是什么吗？有，我看得出来，好漂亮哦，是一个很可爱的赛前香。我们在日本拜神社的时候常看到的。对。它上面有一个很可爱的日本鸟居耶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看它祈福有没有？祈福，然后还有不倒翁，还有今年是牛年，还有一个日本的最可爱的牛牛在上面。这个只要是在除夕呢到初五呢早上去参加那个交心韩木的手作课程，这个可以得到这个可爱的赛前香哦。嗯。亲爱的，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么多红包袋，你最喜欢哪一款呢？我最喜欢啊，你看这一款。哦，智商和牛款。对，你看智商和牛有没有？看起来哇，是香味喜气洋洋的感觉，看起来肚子都饿了。嗯，对。那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款吗？最喜欢哪一款？告诉你，当然希望你会装得满满钱的那一款啦、啊。对，我也是最爱的。那我们今天就祝大家新年如意，牛年发大财，萌。